对，王子面试其实就是只要看地上就好了。拍拍拍，快放，快快快快快，拍拍拍，是这样吗？好，第二个，第二个是开心到起飞嘛？哇！好，第三个，第三个是什么？第三个有什么呢？最后一个最可爱那个，对吧？最可爱，对。我可爱吗？哦，那个。哇！哇，现在哎，还是有点不好意思，对吧？对对对。好，我先放过你，好不好？那其实今天除了雨欣有给粉丝准备一些惊喜，其实粉丝也精心给你准备了惊喜。哎，什么？有点紧张。好，那我们粉丝需要一点点时间来准备。那你不能看到，你先转过身来，好不 好？给他们一些时间准备。好，我不会让他转过来的，你们就慢慢的准备吧。哎，不要看，不要看，不要看。你猜一下他们会做什么？你们小声一点，太明显了，你们小声一点。这个阵仗感觉是不是那种人形爱心？人形爱心，或者是都举起雨伞这样吗？我觉得这个，还是我想太多。你猜，我是不会告诉你的。哎，这还有背景的吗？这都起歌了吗？对。这个音频我其实没有录好，这么要这样放出来，我有点紧张。没有办法，已经站到台上了，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了。嗯，你先不要转身。如果说你们准备好了，给我一个手势好吗？好，准备五、开始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转身。哎，真的是，哎，被我猜中了。哎，这首歌你们怎么都会唱？那个欢笑有过苦涩，但是能这些都不算什么。好，大合唱。从不放弃的梦想，一如既往。从不停止的脚步，想要飞翔。冲破层层的阻碍，奔向辽阔的大海。这一切都让我变得更坚强。从不放弃的梦想，一如既往。从不停止的脚步，想要飞翔。一点一点不彷徨，我要快乐的飞翔。努力实现我梦想。哇，心心相印，雨伞同行，雨伞护航，乘风破浪。哇，到底是谁的声音这么大声？谢谢谢谢，雨伞我们爱你。啊，谢谢谢谢。哇，有没有感动到？对，因为没想到，因为其实这首歌是我在大一的时候刚进学校，然后刚学习音乐制作这个专业，然后写的人生中第一首词曲编就自己写的，所以那个现在这个音质听起来不是很 OK。我觉得是很 OK 的，现在是很 OK 的。然后谢谢，真太聪明了，因为我没想到，我真没想到会是。哎，谢思佳要哭了，怎么回事？刚刚你知道他的那个表情吗？对，谢谢，你太聪明了，你刚才第二次就猜到他们要做什么。对，我真没想过，因为我不知道。你知道怎么吗？我觉得是因为他们一直就是，就像他们说的，就是雨伞护航，乘风破浪，一直就是为你保驾护航一样的。然后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心里的羁绊是有的，因为其实他们那个声音已经很小了，然后你一下就猜出来。当时我在对我有感动了一把，因为我想的是雨伞嘛，我有想，对对对，对，粉丝真的太用心了。我觉得雨欣呢，又哎，我要送。